法传童子莲花作，三角片十二个角，只做了三层，一共36三角片加两张中间的。三角折到莲花部位，线条要按压明显。跟着线条打开三角片，底座的三角片呈现中间的宝宝。两个三角片合起来，定在线条后面。十二张定一圈，两个三角片直接插入一个三角片。尽量和底座服帖，第二层一样插法。
可以把三角片之间钉上比较整齐。准备八卦底粘底部，再准备一个小一点的放中间，记得点赞、订阅与分享。